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慈悲将不会停止，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海涛慈悲基金会华博账号50416116 50416116。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自在王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一心祈请护法善神、土地龙神加持法会，我今为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六道友情广作功德，愿三宝加持，护法慈悲，令父母祖先
冤亲债主，六道有情，离苦得乐。那我们念一下六字大明咒，观想一下诸佛菩萨加持，发起菩提心，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达摩诃萨那亚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达列他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以布施度千滩，以持戒度毁犯，以忍辱度嗔恚，以精进度懈怠，以禅定度善乱，以般若度愚痴，圆满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日利波罗蜜，智波罗蜜，圆满十波罗蜜，早成佛道，普度众生，究竟涅槃，同成佛道。那亚他班赞者呀，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好，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板桥悲愿讲堂有装潢一下啊，所以看起来比较新啊，所以当然做装潢一定有菩萨布施金钱，所以来念一下：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布施一切，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那么萨埵呢，三藐三菩陀，居士呢，大智塔，唵真理主理尊体上不合。好，首先要感谢我们赞愿法师苦心经营我想每一个地方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公司啊，从无到有啊，这个过程总是辛苦的，但是这个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辛苦，那叫修行啊。这个辛苦代表什么？不是说你辛苦，是因为众生很辛苦啊。所以就像父母在生病一样，我们必须为这个事情努力精进啊，所以这样以后能够让所有人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但是首先我更要强调的，不是板桥悲愿讲堂好有用，而是至少整个板桥市更多人学佛离苦得乐，这才是初期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发展啊，并不是我们要去发展信徒啊，发展金钱，而是要去发展佛法啊。就像我们昨天在桃园林口啊，停在路边，六七个过来，一人拿一份传单，比我们还积极呢，所以六个走过去，我就在那边念布施、持戒、忍辱，希望他们拿了给我们是六波罗蜜，他们在发的是房子的传单呢，因为我们湛山法师虽然没有要买房子，也要给他拿个单子啊，他问我，我在想说，那就做烟供，帮他做功德吧。做底火烧一烧，但是你帮他拿他很高兴啊，对不对？他就是发掉就有功德啊，不是丢掉啊。那我们帮他做做功德，希望他们早一点发财，房子赶快卖出去啊，等于他们布施木材一样，对不对啊？但是
不能把它丢在垃圾桶，那就浪费了啊。所以这个世间老实说经济越来越困难，所以很多人跟我反映，师父现在台湾经济不太好。我说那没关系，佛法会好的啊，因为学佛啊，少欲知足啊，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财富。因为我到欧洲美国那个地方，社会福利那么好，经济那么好啊，老了以后你不用养，那国家会养你。但是因为这样，他就教堂就要拍卖了，拍卖教堂都没人了啊，很多教堂都要拍卖。他们还带我去看了好几间，师父你要哪一间，哇还真多啊，只要付钱就解决了啊，而且很便宜。为什么？因为教堂卖给宗教人士就便宜，卖给商业人士那就贵，对不对啊？只是我在想说好好好，等我渡几个英国出家人再说啊。但是至少这代表什么？在美国也一样，就是信仰宗教的越来越少，对不对？信仰金钱物质财富的越来越多啊。所以就像一个男人，他天天喜欢打麻将，他已经没信仰了。就像一个男人迷上政治，他也不容易信仰了，因为他觉得那个是快乐。所以在佛陀的时代，人的生命有一点苦，他才会想要去接近离苦得乐的方法。我想大部分人找我们出家人，师父生病了，师父没钱了，然后我们佛教要教他方法，怎么样可以超越这个痛苦。话讲实在哦，不是叫你不要生病，是超越生病的方法。如果你把佛法认为说我信了佛了就不会生病，那这个是这样来求佛法，你会失望的啊！连佛陀都会示现生病给我们看啊！但是只是说透过生病怎么样来修行啊？透过没钱怎么样来修行？所以我们出家人没有钱，但是也可以很快乐过生活因为有信仰，有智慧，有慈悲，就可以生活。好，现在要做十供养了，他们都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礼请三宝、诸佛菩萨护法降临。那我们要为六道有情，特别是各位农历七月份，每天都要做功德，回向什么？念一下：现世父母、往生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堕胎流产胎儿、过去所杀所吃、动物亡魂、造成病苦、所有业障、业力债主、同享功德。所以各位要这样努力每天都要努力每天为他们诵经随喜别人修行的功德所以然后把这个功德融入所以我们最近会把几个随喜的功德加入网络，比如说千场这个诵普门品金刚经、点灯供水、布施那个鱼啊鸟啊开放，好不好啊？但是放生不能开放就那个开放因为那个你做多少人家也不会讲你，但是放生那就不行了，放牛可以。昨天又救了你家120头牛这个就是供佛斋生法会的会外会因为在外面我们要积这个功德回向这个法会所以去做了很多的功德。但是如果主一诵经点灯，那你再怎么宣传没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要融入这些功德，也愿现世父母眷属消灾延寿，愿往生父母祖先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大家升起这样的心做供养，供养不在多供养在于你的一个伟大的动机，就是菩提心所以各位你供一支香，用一个观想念一下来：大悲心、菩提心、思维空性、变成本尊。